1120年，杨戬率领邓婵玉同埋西北大军于盘龙岭一役，将柳琵琶同埋九尾狐置诸死地。只率领魔家四将同北路大军与梅山一役，大败哼哈二将。军兵败如山倒，三日之后，李靖一家大小带同千里眼顺风耳率领东北路大军于游云关一役，生擒新公豹，而雷神电母风婆婆就纷纷逃回山上避难。皇宫之中，宫娥太监见大势已去，都纷纷逃出皇宫。而更为讽刺的是，当日极尽奢华的酒池玉林，因为纣王的赋诗无人理会，发出阵阵恶臭，令到宫中臭气熏天，众人欲呕。商朝已经大势已去了，但是妲己仍然坚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都不肯放弃。四日之后，姜子牙的八路大军终于汇集朝歌城门，直杀入皇宫。子牙、李哪吒，佢全部喺晒大殿之外。姜子牙去托我入嚟话，天下大局已定，只系喺边疆剩翻你嗰六万亲兵听命于你，希望你可以下一道诏书，命令佢哋投降，以免再生灵涂炭。娘娘，你应该知道嗰六万亲兵已经不成气候。你要继续咁打落去，即系要佢哋去死啫。佢哋每一个人都有爹有娘，你只系为咗权利呢两个字，就牺牲咗咁多人。但系你得到啲咩啊？我哋未入宫之前，原本系两个天真烂漫嘅小姑娘，冇肉晒，冇酒接。原本我哋乜都冇嘅，一切就好似一场梦咁。但系而家系时候醒啊，姐姐，我求下你，你放过嗰六万士兵。Thank you.
请娘娘签下寒书，以免再涂炭生灵啊！上嚟，时辰已到，立斩苏坦记。回丞相，这个妖妃每面妖邪，有一种摄人的气势，小人实在落不到刀。好，等老夫亲自操刀。暴君妖后一一诛除，刁民伐罪，大功告成。可悲者兵连祸结，两军将领死伤无数，冤魂处处无所归依。本相爷昨日目见原处天尊，天尊赐我封神榜一册。榜上有数百姓名臣，却有为国捐躯、精忠烈士之外，尚且又为我讨伐商纣大业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嘅将相士卒。原处天尊赐令老夫逐一封神，从今之后成为天兵神将，效忠天庭，斩妖除魔。明日黄道吉时，众将齐集，封神台上听候赐封。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在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的你就快点 subscribe 吧，记得按下面的钟仔就会准时收到频道的最新资讯了。